威同学，刚刚看了台湾花莲火车撞轨意外的新闻。在2019年前往花莲与慈济小学签订姐妹校时，搭乘的火车就是泰鲁格号。出轨意外发生后，老师带领学生齐心祈祷祝福。你们愿意把一颗最真的心一起祈祷吗？愿意。能够感同身受，愿伤者们早日康复，也愿离去的人安心走好。我在祈福的时候，我心里的感觉是我好像飞到台湾的花莲那边，看着他们，扒着他们的肩膀，鼓励他们，跟他们说不要为儿这样伤心，你们要站起来重新过生活。我想对你们说，失去孩子的爸爸妈妈，我们暨华 K 校的同学都是你们的孩子，爱你们哟。带新闻王哲伟、洪光丽、张天豪，马来西亚报道。